我是在里夫 You know 是什么 Metro YeahShe's a long way from suburban towns Came to the city for the love Got a hurting now Oh my, she's a long way from suburban towns Long way, really long way From suburbia Small town love, fall down love 有辆车一前混斗运动循环的互动我们可以进行的运动有很多，比如慢跑、日剧、游泳等等。在一年不知道的方式定功，速度将更易出。人们热爱运动，因为有了它，我们可以认识很多人。晚上我们做运动的时候。也能看到别人，我们可以与他们互动，讲了两句，还可以改善我们的健康。运动可以预防我们患上各种疾病，例如糖尿病和癌症。通过运动，我们还可以纾解人的好处，又方便头痛等问题。此外，运动还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注意力和记住问题的能力。当我们进行运动时，血液循环得到改善，转而为大脑提供更多的氧气。总而言之，运动也很有趣，家人们。当然，当我们谈论健康时，心理健康也包括在内。嘿、hey, ，一起来运动吧！运动很有趣，它可以释放压力。每当我们与其他人一起玩耍时，我们都能听到我们之前的笑声和友好的交谈。我们可以显得更加自信。并改善我们人生天的心情。我们首先应该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做更多的运动，而不仅仅是间接给我们带来压力的主意。But you can't turn the radio down And you can't think of anyone else And love is when you try to make it out alive 所有这些都证明运动会是有益于健康它给我们带来快乐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我们应该在生活中多做运动以保持健康普通话正如有句话说，运动是良药，必须是运动是让我们过上更好、更健康生活的关键之一。再见。